然后第十八页也是字啊，这个自己的字，然后这个连续性就非常的好。我们来看这个，注意这代笔，然后从里面这里上来加压，然后圆润一点，转一圈，然后圆润的勾起来，一个横画，然后再过来，折笔带过来。这样子，这是字。